身段，走马不骑，你不要走路，沿路看看结实的螃蟹好好尝，这是必备的条件。那咱看看吧。哎，四大爷，你看你看，你跟那腼腆长势还不错呢。来，过来看看。四少爷，你看，什么呀？你看，走。现在既然黄河西北没有遭受冲灾，咱们应该马上去那里订购棉花。二掌柜，哎，你安排好柜上的事。立马去邢台的大丰昌走一趟，是预定棉花吗？预定棉花，越多越好。哎，哎，哎，掌柜，大丰昌是什么地方？大丰昌是晋南最大的棉庄，其他一些小棉庄都是替他收棉的。哦，那这样吧，我和二掌柜一块儿去。也好，你跟着去，学学做生意，长长见识。将来料理起商号来，也不至于说外行话，办外行事。哎，少东家，朱老爷回来了。老爷，妹子，你看，棉桃怎么回事？哎，你看，这东边的兴州、周村、张店、高密、兖州，还有西边的潍坊、鄄城、濠州，都遭受了同样的虫害啊。那西北边呢？黄河以西以北没有遭受虫害。你说，这外面的人知道的多吗？这种包心虫在棉桃里被危害，不影响棉株的生长，虫害才是刚刚发作，外人很难看出来。哥，你说瑞福祥他们会不会知道？瑞福祥的东家和掌柜的，老的老，少的少，谁会知道这个？再说了，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小心撑得万年船。在西北，除了我们的棉田，最大的就是济南棉区了。你赶快去一下邢台，去找大丰昌。不错，大丰昌的势力遍及济南棉区，抓住了大丰昌，就等于抓住了全济南的棉花。那好，我会济南安排一下，马上就走。事不宜迟，越快越好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走。毕浩呢，接了一宗大案，具有大量的棉花。我们大掌柜呢，怕到时候供应不上，所以啊，提前派我来毕浩预定棉花。贵号打算预定多少棉花？这就看您今年能收取多少了。哼，这么大胃口，看来瑞福祥今年的生意要翻高啊！借您吉言了。哎呀，您当真要一票都给包拢了？胡大掌柜，您出过价吧？今年和去年的年成差不多，就和去年一个价吧。胡大掌柜，据我所知，您去年的棉花发的可是散购，而不是笼购。这散购和笼购，总不会是一个价吧？那么，韩先生的意思是，您比去年的价给我落两成，
我立马付定金。那最多我给您落下半成，您要觉得合适，咱立马签约成交。郭大掌柜，您这样做可有点为难我了。您呢，可是我这儿的老主顾了。您看这样成吗？我让您一大步，您让我一小步，咱们落一成，怎么样？我看这样吧，二位先在我这儿住下，我去跟东家讨个准话，咱再定。也好。胡掌柜。嗯。我和我们家二掌柜还有点急事儿，可能得赶着回去。您刚才不是说只要落半成，咱们就可以签约成交吗？嗯，好，这笔生意可以这么定了。二掌柜，马上和胡掌柜签约。不不不，少东家，咱们住下再说，住下再说。啊，二掌柜，少东家，胡大掌柜，那就烦劳您了。嗨，好说好说，请请请。